来来来啊，全部都来点我来，我一个一个踢出去。再来再来，再下一个下一个，我一个一个点。啊干，我怎么打输了？你要捡箱子啊！我那箱子箱子还没出啊。捡六个箱子就无敌了。遇到怪人哦。我刚看到的箱子都捡不了哎、欸。你要人家先点到了吧？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。我知道啊，只是刚刚的都不能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战斗？我打赢了、欸，那个人是笨蛋。你能打赢的人也是够，也是够烂。他点我，他自己点我、欸，哎，他是不小心的。那如果我死了，印记是不是都不见了？不会，不会，没有，不会。啊嗯、哦、嗯，那我就霸占着这儿了。可是为什么这次我没有看到什么几分钟出那个的、啊？箱子吗、啊？在左边不是吗？我的怎么没有看到啊？哦哦哦，看到我看到我看到。我之前也会。我忘记在这么左边了。YY 站到完呢、欸。然后 YY 就没有人打他哦，每次都这样。他明明就超站到完啊。他明明就超菜的。啊不不是啦，我是说。哎，打得很痛。来来来，你没有转身是不是？来，出去。我就挑那个没有转身的先打。来来来，你也没有是不是？出去。没有转身错了吗？现在点急救宝箱。看。我一直取消他，一直阻我，烦死了！打他！再点一个宝箱，来回来，继续开打。打他，他是叫我帮他解任务。哦。来来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不是出去？你转身出去。哎、欸，这我不是我把他打出去了，是为了打人而打人吗？对。啊、连让他们钻印记都你也没有，是不是出去？他看到我走过去，他就自己走出去了、欸。小赖把整张扫光了。你也出去。哎、欸，如果那个什么，哦，人数已满。人数太多，大家就会捡不到那个啊。好好好，来来，想偷袭，出去，还一直跑哎、欸，这个骑着这个还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你以为你跑到这个角落，我就点不到你吗 ？It's okay。好了啦，出去啦！我死掉了。给不给人玩游戏啊？一直杀人家。还好啊，我才打赢12场而已，没有很多吧？才开始多久而已？五分钟而已啊！我去捡，我去捡宝箱。我都没有，我后来才要点。点了，前面都让人家，前面都让人家自己点我，点一点他就不想点啦、啊。可是我点、啊、他去点了第一名的那个，我点掉那个第一名一直来撞我，一直飞啊。他说我不撞会让我就是点爆你。无敌小豆丁，等下无敌小用丁敢踏进这个这里，我就把他踢出去。躲在这边想。我在这边想，以为我没有看到，来的。叫你赚到徽章吗？现在杀了。可以啊，我就在四倍区里面杀、啊。他头上没有印记，你也把他点出去就对了。要有印记才能点，是不是？送花有限制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没印记也可以点啊。啊，你是有印记，有不管有没有印记就直接把他點。没有，我要点这个第一名啊！我把这个第一名点出去啊。送花没限制，我就一直把这第一名点出去啊，不然我怎么当第一名？好有你哦，你也是第一名是不是？出去，哇！他说绿色小蓝连续击杀10名对手，让敌人闻风丧胆。
欸，我怎么左边的那个突然不见啦、啊？干，我看不到急救宝箱出来，干，亏了。赶快开，赶快开。欸，急救宝箱没有人要点呢、欸，出来点两个钻，再回来。是谁？欸，我的那个界面突然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好麻烦哦。都要 bug 了。对啊，你的也这样子吗？我之前有这样子过一次。这样我不知道几分几秒钟他会那个欸。然后我又不敢重开游戏。对，我也不敢重开游戏。不能重开游戏，重开就出去了。来来来，没关系。你有试过是不是？是。我这样应该会拿第一名吧？我在想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四倍区的人全部踢出去了。你就站在那楼梯边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他出了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一直在打人。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夜鹰是不是出去？还有你，你也出去，别跑了，一副太阳的出去。有毛病啊！还有你，真是有毛病。祈福天一的，别跑了，你以为我点不到你吗？出去。还有谁啊？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四倍区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人要一起吗？四倍区只剩我一个人了，笑死！不是，我一开始就要赶快去点急救宝箱，急救宝箱很重要。哎呦，完了，我看不到秒数啊！没关系，我还是点到了。你又怎么死掉了？还有吗？还有急救宝箱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回去喽。无敌小豆丁。我就太想进来。八个组队，出去。八个组队。啊，哎哎哎！嗨，冰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那个 bug 好了，太好了。还有十一分钟，出去。对啊，不是我，不是龟龟。啊？我要看一下。哎，是。我没有把你的英文 ID 记起来。哎、欸欸，我的战斗胜利27场了，现在我才打9分钟而已。我之前打一整20分钟打完我也才打二十几场、欸。我看到懒懒好聪明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一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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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两个一起射那个。那不能一起啦。哦。哎、欸，这四倍区真的没有人敢踏进来了，我的老天爷。哎、欸，他出去了。还是这边了，还是这边的人都被我打出去了。后面你打飞了啦。全部都被我打出去了、啊。那个第一名已经不见了。谁那边有回音啊？我吗？有吗？应该不是你。应该不是我。应该不是我吧？捡宝箱，捡宝箱，捡宝箱。哦，有看到有人偷偷的想要在里面做坏坏的事情。你叫做坏坏坏坏是不是？好坏，出去。四倍区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也是。宇豪，你出来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应激吗？出来了。笑死我，快笑死了。这无敌小豆丁你要打灵魂是不是？对啊。无敌小豆丁又出去了。还有你。哎、欸，他们一定觉得今天的还没打完。他们一定觉得，哎呦，干我打输了，靠北。觉得什么？觉得什么？讲完了。他出去点了好多哎、欸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一直等箱子，他一直在吃箱子。你可以把今天薪水点上去啊！我靠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靠不要追上了。今天薪水也可以点上去了。我已经胜利32场了。你分身怎么跑掉啊？没有，我在右边，因为我看到有人走上来了，我让他去跟你打。Baby， 来。我出去了啦。被打飞了，个人打一下好了。对啊，被打飞了。没关系，被打飞会加十趴。真的、哦？嗯，对啊，他会先帮你加十趴。好哎、欸，我要进去干他。不是，我要进去打他。谁点我啊？有病哦！我在一倍区还有人这么多的，你杀二十几个。我在一倍区还有人要点我，真的是看不懂。出去！哎呦，夜鹰想点我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打不打赢他、欸。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来啊，来试试看。
哦，叶晨不是夜莺。啊，换你出去了哈，呵呵。我已经战胜36场了，我是不是没有毛病？看到人就打，哎，好爽哦！再来，这个没有转身的还想过来跟我抢，好了啦。你的敌人变好多啊，好可怕啊！哎，豆子是挂自，这挂自动会不会死啊？哎，一场一个场里面到底有几个四倍收益下？一个而已，对不对？一个啊，一个四倍，四个两倍啊。那一倍收益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吗？好吧，四倍收益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啊，干，你都给他打飞了是不是？对，你要给人家四个，先要三个人站啊，给点机会好不好？不要，你不要大家都去捡箱子来打你。没关系啊，我时间到我会出去捡箱子哦，我已经30%、40%、50%了。我靠！我刚才捡到每个都20%，人家都打不赢我了。我已经30%、40%、60%了。太夸张了！早知道就晚点进去，叫你把所有人都打飞。就跟你们说，跟我同一场哦，我就帮你们把其他人全部踢出去。再来！哦，夜莺够，夜晨又过来跟我 PK 了，他出去了。哎，这些，再来！嘣！有没有炸死这？有没有炸死人？烂舌头！有啦，炸死个恐龙哎！我跟龟龟这两个分身在这边，好好爽哦！都没有人，我们跟乖乖领两倍。我这场的人数已经有9个人飞出去了。两倍从头待到尾，感觉可能不会比四倍差、欸。四倍，毕竟四倍差。没有啊，看。不会，等一下我刚被打出去啊！不会差很多啦。如果四倍那边竞争很激，如果你在四倍一直被点出去的话，不如待在两倍里面。对啊。谁家的狗？工藤不要吵了。工藤不要虐狗。我打电话。不是啦，有人。不是哦，工藤一直叫叫什么叫啦？要我家我。哦，不是你在叫日，抱歉。你家的假秋田犬，我家狗有人按电影，它就狂还有好像我在虐狗一样。要忘记你家狗叫什么名字了，它好可爱哦。有啊，工藤啊。我不能点左上的红包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点给你看，我点了。欸、可不可以講哇！这我点出来都变红包啊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出去把全部人都打出去？那、啊、球球是唯一一个可以跟 Mion 当朋友的动物哎、欸。我家又多了一只猫哎。我有看到。你可以现在去，你现在出去把二倍区的全部打飞。好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被拦的。啊，干嘛？以为二倍就没问题了是不是？出去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打输了，吓死我了。出去了，好啊，可恶。出去。还是他们一定觉得我超级烦的，我也觉得我蛮烦的。跟你同一场，跟你同场，如果我是路人，我一定觉得我很衰，烦死！还有遇到一个坦克一直过来，一直轰，一直轰，一直轰，烦死了！我觉得干这个，哎，我不能开启更多的宝箱嘞。哎，我出去绕了一圈，两倍绕了一圈都没有人进四倍，我的天！你打死那么多人，他们才这样进去啊？啊！进去遇到神经病才要进去啊！他一定觉得我很烦，这个叶晨，他快气死，我不骗你。是他名字有个晨，你就不爽他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我的分身被打出去了，我气死！来，哎呦，这边两个人打起来了。现在这个神经病已经是从四倍杀到两倍去了。他一倍区可能顺便经过都会打掉。对，一倍区我现在看到人我也照打。好病。啊！欸、不给人家机会、欸、你。来。好惨。
那连一倍区都不准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减满了，50%、58%、70%，不能减了，不能减了。他说我已经达到最大上限了。那你就有人去点宝箱，就先把他杀了。所以最多只能点17个，看起来是这样。舌头爆了、欸，舌头炸掉了，他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？B炮，你才刚出来是不是？来打，我渴求一战。真是有毛病呢、欸！你当然让人家有捡个几百个也爽，好不好？我在促这样，我在促进、欸，我在促进那个游、欸、戏的消费、欸。白色的给人家打飞，他们有30秒不能捡呢、欸，很可怜呢、欸。你那场是几个人？你看一下排行榜，除了你以外的，他们现在印记有几个？第二名少我600啊，其实也没很多吧。你们那一场剩几个人呢、啊？被打飞。对，你们那一场到底剩几个人？还有20个啊。哇，那还不够啊！你打飞16个哦、啊，你疯了是不是啊？我哪可能一个人打飞16个啦？你不要开玩笑了啦。吓死人了。只是我，可是我刚刚那一场到结束都还有21个、欸，你这一场现在剩20个。可是我的剩2分钟啦、啊，我的也剩2分钟啦、啊哦。也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说第二名少你600啊？你现在拿几个印记？2000多而已啊。2000多，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归在里面就好了？这样我好像很亏、欸，其实。对啊，豆子刚刚拿3300哎、欸，没关系啦。那我拿，哇，你拿了3700哦、喔。那我拿2800。哇，我亏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有这个胜利63次的这个截图。63次。哎、欸，你这不完全不给人家机会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了，我不出去了。想进来偷袭？哎、欸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人要那个、啊、硬的牙跟潮湿的木的、啊？你搞不好留到100等还要再做装哎、欸！一大堆，我觉得你留著，你说我留着吗？对啊，可是他是做那个哎、欸、枪跟斧跟弓的、欸、啊，不是啊，你不要你就卖掉啊，反正、那個、你可以留到100等，我还要，嗯，我今天靠那个赚了个20万的，我知道很赚啊，我是想说如果你们有人要的话，就直接卖你们啊，我们都已经做好了。好哦，80能做完了，100等，100等还很久吧？100等我看可能还有2个礼拜以后。80升到100，有点难升。不是啊，不是难练啊，是他那个等级又不高。他会很久才会开吧？他现在下一个阶段要等3天4天呢、欸。对啊，大概还要2-3个礼拜。可是你81开始就很难升的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。天一等